妈，怎么了？听听这歌吧，超酷的，超有感觉的。没关系，我很忙，没兴趣。身为一个母亲，听听孩子的心声，怎么能说没兴趣呢？没兴趣就是没兴趣。你自己看看这歌词吧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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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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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要怎么样嘛？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我读这堆垃圾，没出息。没出息？谁说没出息？你就不能试着接收？我不用读，我就知道是一些没意义的字，浪费我时间。谁说的？谁说浪费时间？我说浪费就是浪费，没听见吗？你看这字，你还觉得无聊，还觉得浪费时间吗？你很奇怪哎。我奇怪，你奇怪吧？这么小件事要弄到这么大。我是你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是我妈，但你从来没有理解过我。对，我是你妈，我不了解你，你有了解我吗？就只会叛逆。对，我叛逆。生你这种儿子只会把我给气死。那你当初就不要生我了。我不想生了。那你就把我丢掉。你是我妈，但你从未了解我。